过印度的。哦，去印度的人还不少啊、哦。那我们还有一分钟，我们讲讲你们都去印度哪里？就北印那个北印宽毛。啊，就是金三角。那翠凤呢？你是去哪里？我好像也是瓦拉纳西啊，杰库尔啊，对，也是金三角加瓦拉纳西。对，哦，对，没错。那你呢？你是去哪里？拉萨。拉萨就是克什米尔在过去的，很漂亮的，对吧？还有呢？还有谁举手？这边，哦，一样啊，金三角，金三角。今天为什么会想要来冰沙地？就对印度很有兴趣啊！喜欢，非常喜欢印度。对，印度真的去一次就会爱上了，对吗？印度一定去很多次了，这种。好，那时间到了哈，好，那我们就先开始，先跟大家 Namaste。Namaste。今天礼拜六的晚上，大家还愿意拨时间，可见大家对印度很有兴趣，对不对？嗯、跟我一样，一旦喜欢印度呢，就痴迷了好多年。好，那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姓冉，叫安平，姓冉叫安平。好，那我呢，目前呢是星球旅行社的玩家领队跟讲师。那我之前呢，推广印度文化呢，应该现在严格算起来，应该快第八年了啊。那刚开始呢，只是对印度有兴趣，然后跳宝莱坞啊，然后就怎么这个国家的舞这么有趣？然后开始对印度产生好奇，然后呢就开始研究印度，然后所有有印度的活动我都去参加，也因为这样呢，发现也慢慢发现呢，我好像比人家多懂一点，所以就开始然后来办讲座，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印度呢，也开始带大家去印度玩。那讲到前面的宝莱坞舞团呢，我还创立了一个 Lakshmi Indian Dance Group 啊。那今天我们的团长就在这里啊，来跟大家。常常跳宝莱坞呢，身材就像每一天跟我们大花一样，哇，要看我不准啊。今天我们大花也是我们舞团的啊，然后。真的跳宝莱坞很开心啊，因为宝莱坞是印度现代的舞蹈，是宝莱坞电影里面的舞蹈啊，所以它不会很难。好，那到印度呢，第一件事呢，都是跟大家是对准吗？讲一个讲座，讲两个小时的，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就
边呢也有哲学家说，哲人说呢，印度已经等你5000年。好，我们短短的人生呢，不过70-80年，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一定至少要去？你看印度都等你5000年了。也有哲学家说呢，你去印度，你会去印度啊，不是你选择了印度，而是印度选择了你。好，那也有一种说法是，被神祝福的人才会去想要去印度玩啊。所以各位，你们有没有被祝福？有哈。有。那也有哲学家讲的这句话更玄了。他印度不给不起你什么，可是你到了印度，你却可以得到一切。这句话就很哲学了，对不对？那到底是这句话到底是怎么样呢？就跟我去印度玩就知道了哈。印度是一个会让你反省的国家，会让你反省的国家。好，那这边就是一件漂亮的沙粒哈。好，那么简单介绍一下印度呢，它叫 The Republic of India， 啊，然后呢，它的是在1947年8月15号独立，那8月14号，收音收不到，因为我们喂，还要等2-3秒，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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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8月15号印度宣布独立，可是同年的8月14号巴基斯坦。抢先一天宣布独立，也是在8月14号呢，印巴争执，就巴基斯坦以前是属于印度的，可是呢，因为宗教的问题啊，就印巴争执，16号啊，所以不要搞错了。然后首都新德里，人口13亿啊，那好像还没有超过中国，但是如果把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这些啊，以前都属于印度的国家，人口加起来其实已经超过印度了啊。然后呢，另外它的人种呢，就是印度雅利安人，雅利安人就从中亚过来的，两只，一只往东就来到南亚印度，一只往西就去了欧洲。然后另外呢，就是达罗比图人，就是北一点。那这些人呢比较黑，那都比较分布在南印度，那占人口的25%，比较少一点。然后当然了，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种。啊，有人说印度是人种的博物馆哈、啊。像我如果去印度，我不要开口说话，啊，我跟他说我是印度人，人家也会相信。因为在印度的东北呢，这些地方有很多像亚洲人的种族哈、啊。好，另外29个邦，7个直辖市，官方语言呢，啊，主要的有17种，那非官方的地方语言呢，还有800多种。那宗教呢，印度教是最大宗，80%。然后呢，伊斯兰教15%，可是，即便伊斯兰教只占15%，已经印度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啊，超越印尼了啊，因为印度的总人口太多了啊。然后呢，印度的使用的钱币呢就叫卢比啊，卢比大概就是2:1，也就是1000块的衣服呢，大概折合台币就500块。那我们再看看，这是一张印度的地图。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印度哈。好，嗯 ，OK， 这边有这图，这边就是喜马拉雅山，所以这边就是不丹跟尼泊尔，喜马拉雅山，然后说这边是中国，所以呢，感觉上中国跟印度蛮近的，靠隔壁。但是呢，因为喜马拉雅山太高了，连一只鸟要飞过去都不容易，所以呢，基本上呢，啊，中国跟印度呢还是有一道高高的墙筑在那边。那这边巴基斯坦呢？这边就是所谓的印度河流域，也就是印度文明的起源地。那但是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新都库什山，这个山呢跟喜马拉雅山交汇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缺口，所有的外来都是从这个缺口进来印度，啊，包含我们中国的玄奘去取经的时候，他都是从长安，然后绕到这边，再从这边进到印度。那大家知道哈，这边是孟加拉国，啊，然后呢，这个是这边是斯里兰卡，然后这边马尔蒂夫，这边就巴基斯坦，然后呢，南印度呢，这边就是恒河流域，所以刚刚讲完瓦拉纳西就在恒河流域上面，然后呢，南印度呢，这边有一个德干高原呢，这边旁边有一个东高紫山跟西高紫山。西高紫山呢，现在已经被联合国的世界自然遗产，因为这个上面保留太多物种。好，那所以
这个这大概就是整个印度的一个地形图。刚刚我们讲东北角这个地方啊，印度这个地方就是很多类似西藏啊，或者是以前缅甸啊，甚至太平天国以前打败了以后呢，很多中国华侨也逃到这个地方，所以这里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亚洲人的脸孔啊。好，那这个就是整个印度的大概状况。那所谓的金三角呢，就在这里，德里、斋破、阿格拉啊。那这是台湾现在旅行社最常去的行程啊，就这金三角啊。瓦拉纳西在这边。好，那讲到印度呢，大家都觉得热，对不对？尤其现在夏天，哦，有的人就讲到哦，可能有50度啊，其实不见得哈，因为为什么呢？在印度呢，它有一个叫 Monsoon， 也大概在这边，我这边写出来，应该是6月到8月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叫6月底啊到8月底，这个时候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哈。印度呢，在冬天的时候吹的是东北季风，啊，从喜马拉雅山吹下来，所以呢很凉爽，因为冷气团下来。可是呢，到了夏天呢，它会从东南亚这边绕过来，这边呢有一个所谓的西南季风。那这个西南季风呢，就带来海上很丰沛的雨量，所以就带来所谓的雨季。通常雨季来的时候呢，气温会下降3到5度。就是会比较凉爽，但是呢就是有下雨的困扰，那甚至呢雨下多了有地方还会淹水啊，就造成水灾啊。所以这个就是印度，如果你不了解印度的季风，真的就不了解印度哈。我们如果以后讲到大航海时代，这个欧洲列强来到印度，都是要先了解季风才能够登陆印度，不然他的船没有办法来。好，那这个就是印度的29个邦。那印度呢，有台湾的92倍大，所以呢，绝对不可能到泰姬玛哈前面照一张相，就说啊，印度我来过了，从此可以不用来，我以后去尼泊尔还是去斯里兰卡啊。其实印度呢，有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叫《印度去10次也不够》啊，就是这样。好，所以这就是印度到底有多大，印度有92倍大。然后再来，这个呢就是印度的人种。这个呢是宝莱坞第一女演员叫 Aishwarya Rai， 她就是很标准的雅利安人，她是1996年的世界小姐第一名，那现在也是宝莱坞最红的女演员。然后这个呢就是锡克教的，锡克教基本上也属于雅利安人。然后这个呢就吉普赛人啊，吉普赛人呢一直到20世纪才被研究，科学研究证据显示他们是从印度来的。那这个呢就是拉吉普特人，这个是属于印度教的捍卫者。看这个头巾跟这个头巾包法是不一样的。好，那这个呢就是我刚刚讲东北角像阿萨姆省啊、大吉岭这些地方的人。然后这个是克什米尔的人啊，那这里呢都是南印度，我们刚刚讲达罗比图人。那这一位呢是我的好朋友哈，他现在清大修博士啊，那他结婚的时候有请我去啊，去他住在南印度坦米纳杜邦啊，那这个是他的太太，啊，这样很清楚了吧？啊，雅利安人跟达罗比图人就不一样啊，所以可见印度的人种是非常多的哈。那这边为什么摆一张古卢比的钞票呢？因为大家看这边总共有15种的字体，代表呢官方认同的就有15种语言，再加上下面这个 Hindi 啊，这是 Hindi 北印度。啊，印度本来想用这个当做他们的统一语言啊 ，Hindi， 然后再加上英文，所以总共算起来有16种语言。所以我讲这么多呢，重点就是他们的种族人种多，语言多，然后呢地方又大，所以几乎你每到一个邦，就发现哎招牌字不一样了，虽然都不认得，招牌哎啊字形不太一样，然后呢讲的语言也不一样了，然后拜的神呢也不一样了哦。那所以呢，你可不可以去印度啊？上次有个朋友就跟我讲，他第一次去印度呢，是一个北印度的导游带哦，带的多好多好。所以后来第二次他想去南印度玩，又找了这个北印度的导游，结果到那边完全不行。这个北印度的导游呢，竟然也被人家当作外国人，因为他的印地到了南印度就没人听得懂了啊。所以说呢，啊，背包客旅游呢，常常把印度当作难度最高的。
因为你在大城市讲英文还可以，可是你如果到了比较乡下然后景点的这些地方呢，可能呢语言就不通，而且一定要靠当地的人啊，那你不能从别邦调人来都不行啊。所以呢那印度这个国家呢，就很大家有个刚开始有印象，觉得它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其实不是，印度这个国家呢，它跟其他国家很不一样，它是一个重心灵的国家。好，那印度呢，最早有三本书叫《吠陀经》，这个《吠陀经》呢是叫做智慧天启，不是人的智慧，是神的智慧。那这个《吠陀经》呢，又衍生出来这个《奥义书》。啊，所有呢西方的哲学家都要读这本《奥义书》，然后他们从《奥义书》呢再衍生，尤其像叔本华，大家有听过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叔本华，他的哲学理论呢，就是从受印度影响很大。那很多人就读《奥义书》，那《奥义书》到底讲什么？对不起，我也没读过，但是我知道，就是印度呢在唯物论跟唯心论这上面的辩论呢，最后是唯心论战胜。所以印度这个国家是注重心灵的国家，他们常常认为呢，这一辈子不过70年80年都是暂时眼前的啊，你下辈子转世呢啊，你还会有下辈子，所以呢现在不过是暂时的。所以印度人也不重历史啊，也不重物质，所以呢他们呢常常有印度人呢，他们认为说我20岁以前读书，20岁以后成家，然后立业，到了40岁50岁呢，啊，我的人生任务完了，所以我就出家了，啊，所以很多印度人是这样子的，他们也认为这样很理所当然。所以我们去瓦拉纳西应该有看到很多苦行僧，有没有？啊，翠凤，你有去看到很多的苦行僧，对不对？那种就是他的人生任务完了，啊，他开始出家做苦行僧啊。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印度会有所谓瑜伽，还有冥想，啊，那瑜伽呢就是。借着锻炼身体要达到天人合一，瑜伽在印度不是只是一个运动而已，所以基本上印度呢就是一个这么重心灵的国家。好，那前面讲了我个人的心得呢，这边有一个马克吐温，大家知道马克吐温是谁？他就是一个美国，对，汤姆历险记太棒了哈，就是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作家，他写的汤姆历险记。可是他在晚年呢，他去了世界各国周游之后，出了这本书叫《四道环游记》。那他呢，在这本书里面呢写，哇，印度你只要看过一眼以后，用全世界其他来跟我换，我都不要。意思就是，印度是我最喜欢的，对不对？啊，他还讲了什么呢？他说呢，印度最让他着迷的就是颜色，颜色。印度女人的纱丽，啊，颜色五颜六色，颜色鲜艳。而且他们对颜色呢没有什么规则，只要大自然有的颜色我就可以有，所以这就是印度。然后呢，马克吐温对于印度人的棕色肤色呢也非常的着迷哈，所以这是马克吐温说的哈。然后另外呢，马克吐温还说，印度呢它就是繁荣跟荒凉的巨大反差，所以我这边摆两张哈，大家知道泰姬玛哈，那够豪华了，对不对？全部白色大理石。上面呢全部镶嵌的都是宝石，那这个呢是我在南印度呢最靠近斯里兰卡那个地方的海边，那你看他们都是用这个棕榈树叶盖搭盖的棚子住的房子，啊，所以这个反差是很大。如果有去过德里，常常看到哇摩登的大厦旁边就是贫民窟，啊，所以这就是印度的反差。好，那这个反差呢其实常常带给我们很多反省，曾经在一个景点的一个庙前面，有个小女孩一直跟着我，然后就一直笑眯眯的，麦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呢，我就跟她照了相，她也没有跟我要钱。然后呢，我就跟她说你住哪里，她就指她旁边有一个石头叠起来的一个小房子，里面大概只有2-3平大小，什么家具都没有，没有冰箱，没有冷气，没有沙发，没有床铺，也没有冷气。好，那他们全家就是住在那里。可是他就很开心很笑呼，然后呢因为跟我照了相，又把他阿嬷妈妈全部拉来跟我照相，所以那种时候呢你就会有种反省啊。你看我们家如果说哪个房间冷气不良，小孩子就抗议了，对不对？妈，我有冷气怎么都不凉，对不对？所以
所以你看这么贫穷的环境里，他们的人呢却这么的乐观。然后呢，印度呢也是非常爱笑的民族，啊，笑眯眯的。当然呢，除了那个很商业的景点，我们不要讲了。但原则上呢，如果你去欧洲玩呢，普遍来讲，欧洲人就是比较冷漠，但是呢，印度人就很热情，啊，就笑眯眯。所以呢，印度真的很值得我们去看看。好，那今天进入我们的主题，啊，沙利，对不对？啊，沙利到底有什么迷人呢，啊？我想今天在场好几位男士啊，一直到现在可能还在很纳闷啊。好，我们先讲张大千。张大千在1950年，也就是民国49年，国民党退到台湾的那个时候，政局动荡的时候呢，张大千选择了到德里去办画展。那那次画展非常的成功，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张大千呢，从那以后呢，就深深的被印度给吸引，所以他就跟着他太太呢，住在大吉岭那一带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呢，他在这本书《行走的画地》里面呢，有提到印度。那我们来看看呢，张大千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了他？张大千在这本书里面写道：啊，他说，印度呢，那个神奇的印度舞蹈，真的啊，要问印度舞蹈为什么那么神奇啊？问我们梅君就知道了哈。如果有兴趣学宝莱舞的，等一下。赶快抓紧我们梅君问一下，啊，他说呢，你腰骨和手指的动作，啊，是那么灵活优美，啊，再配上印度特有的服装纱丽，啊，真是飘飘欲仙。所以呢，张大千呢在印度期间呢画了好几张纱丽的仕女图。现在呢，这些仕女图呢都已经啊千金难买了哈，啊，已经千金难买了。然后呢，张大千还说呢，哇，纱丽真是形容纱丽的哈。啊，这是真的，因为呢，胡适曾经研究过，中国呢的词语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字词呢，成语呢是从梵文过来的，啊，所以天衣无缝呢不是指的没有缝隙，而指的是说，然后呢，你看哈，啊，这是他在这一幅画上题字的哈，啊，他说呢，印度纱丽呢就是所谓的五珠衣，也就是所谓的天衣，啊，这他当时住在大吉岭。你看他的画的这仕女图呢，还有一个舞姿，非常的漂亮，所以可见呢，沙丽真的烧深深的着迷。然后呢，你看啊，他还说呢，这个印度女人头上挂这个小金牌银牌呢，这样子晃动呢，他觉得非常的，让他呢觉得非常说不出的迷人。有人翻译叫美人痣，啊，那它基本上是装饰用，也代表是祝福。接下来呢，什么叫沙粒呢？其实沙粒呢，沿就是一块不经剪裁的布，不经剪裁的布，啊，是五码到九码，它要长一点做成裤装，那大约呢都是五码，一般来讲，然后另外呢，它的宽度是1.4码，就是那看你的身高呢自己调整，啊，所以高的人也是这一块，矮的人也是这一块。胖的人也是这一块，瘦的人也是这一块，穿起来呢，同样一块布呢，穿起来各有风情。嗯，这一端呢，就是垂挂在我这个地方，通常是最漂亮的哈。所以呢，你穿纱丽呢，要先从最不漂亮那一端开始，最漂亮的最后拉到后面，叫环路。环路。那通常呢，纱丽呢，也不是只有一块布而已，我们通常还要再配一个内衬裙，跟一件小上衣。啊，其实三件组合的哈，啊，那也有人说啊，我就不要内衬裙可以啦，如果你今天只是穿起来拍拍照可以不用，啊，不然的话呢，等一下上厕所你就知道厉害了，啊，好，那像通常我们在印度买纱丽呢，啊，它是这个上衣呢，它是纱丽布呢，不漂亮的给裁缝师，在印度呢很多大请他帮你量身做这件里面的这件，我们叫上衣，然后叫印度叫 choli， 啊，那这一件上衣呢，重点是不算合格，这样还算太松，一定要做到很紧，啊，非常的合身。那所以呢，他就问你，你背后要做什么样子？如果呢，你想做性感一点呢，你可以做像这样；如果呢，你想我做保守一点呢，啊，
你就可以，哎，这边好像没有保守的牌子，那你就可以不要漏这么多啊。但是基本上呢，啊，这个就是你看沙粒的背后就是这么美，对不对哈？这么美。好，那这个呢是1872年的一个贵族妇女的她的。现在呢也会有一些所谓设计款的沙粒，设计师呢他会有一些变化，所以他呢基本上像这块沙粒其实是有2块布接在一起，它中间你看上面是透明的黑纱，下面是白色裙子，它就是有接啊，但是这是因为设计款的缘故啊，但它基本上还是叫沙粒。那现在呢所有印度的妇女呢我们统称沙粒，如果广义的来讲，不管你是2件事3件事或者是像这样子呢，我们统称也可以叫沙粒哈。好，那我们讲讲沙粒的历史及由来。那我先坐下来哈。沙粒呢，最早呢，我们讲了哈，印度河流域是印度文明的起灵点。那在那个地方呢，在英国人他们在英国殖民时期呢，他们在印度河流域呢发现所谓一个叫 Mohenjo-Daro 的历史遗迹啊，这个 Mohenjo-Daro 呢是他们在筑铁路，英国人建铁路的时候发现怎么有一块一块砖，而且这个砖呢都很整齐，才开始发现这个 Mohenjo-Daro 的这个遗迹。然后呢就因为英国人，我们刚才讲过印度人不喜欢写历史，他们常常历史跟神话是搞不清楚的。印度人跟你讲啊，都跟你讲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国王，后来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事，那你就跟他说到底有多久，他说不出来啊。那常常历史又跟神话混在一起，所以在印度当考古学家很辛苦的，你知道吗哈？所以呢啊，所以这个 Mohenjo-Daro 是被英国人发现的，因为这个 Mohenjo-Daro 的发现呢，就把印度的历史往前推到公元前2500年啊。那重点是呢，这边这个有一个祭司像是从 Mohenjo-Daro 的遗迹里面挖出来，那大家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就是穿沙粒，所以沙粒是不是有很久很久的历史，可以说公元前啊，甚至3000年以前都就开始有人穿，而且那个时候呢男女都穿啊，这是祭司也就是所谓的婆罗门，他们都穿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巴基斯坦这里的印度河流域，这个地方就是 Mohenjo-Daro， 然后这地方呢还有一个 Harappa， 这两个遗迹被发现，这两个遗迹非常的神奇，这个城市建得很有计划，而且盖的房子呢那个砖的尺寸都是烧过的，都有一定的尺寸。重要呢是重点是呢，考古学家往下挖的时候发现他们这个城市呢当时的文明非常的高啊，当时的地下水的水系统呢水沟系统都做得很完善啊，而且呢这两个城市呢都被使用了有800年之久。可是重点是这两个城市后来为什么会被遗弃啊，那科学家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研究出来，于是就有很多传说，有人说是外星人来了，有人说是核子弹爆炸了哈，反正就各种说法。反正呢，这个呢就交给考古学家了。但是呢，这里就证明啊，当时印度文明从这里开始，而且呢，科学家可以证明这个文明呢是达罗比图文明，也就是说达罗比图人才是真正的印度文明的起始者、原住民。那是后来雅利安人来，达罗比图人才开始到了南印度。所以呢，大家有看到啊，前一阵子那个宝莱坞有一部电影，就是大帅演的啊 ，Mohenjo-Daro。那大帅觉得有点那个搞不清楚了哈。这是宝莱坞迷讲的才听得懂哈。好，那这边呢有一个 Mohenjo-Daro 的示意沙粒了，地下水系统呢很完整，而且有农耕啊，而且有呢商业买卖。当时的房子呢也都规划得很完整，街道啦都，所以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好，那沙粒这个字最早是在本身经里面出现，也在史诗摩诃婆罗多啊，印度有2本史诗，一个是摩诃婆罗多，一个是罗摩
言呐、啊，这两本史诗，如果要了解印度，这两本史诗一定要大概知道哈、哦。那当时呢，啊，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摩诃婆罗多就已经讲到比斯奴呢创造沙利的这些记录，所以这是最早有记录的地方。是就是在孔雀王朝阿育王，第二次就是应该算是蒙古尔王朝到后来英国统治这个时候呢，但是呢其实我们说过，其实它比较像 United States of India。 为什么呢？因为每个邦都不一样，每个邦都有各自想法，好像台明纳杜也想独立，克什米尔也想独立，所以这个真的是各邦不一样。那先换上半身是裸露的，好，上半身是没有的。那这边呢，这个是在我刚刚讲到这边呢，他就去中南印的这个阿姜塔，玄奘也去过阿姜塔。好，那这是阿姜塔上面的壁画呢，可以从这个壁画呼应到这个雕像，当时的沙利就只有下半身，上半身是裸露的。好，然后到了公元二世纪呢，马图拉是一个什么地方？马图拉是一个希腊印度的文化一个国家。那从马图拉开始呢，因为它受希腊影响，开始有雕像，有这些雕像，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从马图拉出来的雕像，在希腊式的就是当时的沙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马图拉。佛陀呢，在他死以后呢，他说过，我传的是一个理念，一个哲学，一个人生态度，所以我死了以后不要有我佛陀的形象，只有用一些菩提树啦，或法轮啦，或佛脚印来代替佛陀。所以呢，一直到马图拉开始第一次做佛陀的雕像，才开始有释迦牟尼的雕像，就是从马图拉快速跳过。这个是大雄的一个画卷，里面呢也可以看到沙利呢，你看几乎是透明的。可见当时的印度的纺织呢是非常的，纺织布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讲，高度技术的哈，它可以把它布料做到几乎透明。然后这是一个德干高原的一个壁画啊，也是看到一个女生穿纱丽哈。然后呢，这一幅画呢是已经收藏在维多利亚博物馆里面啊，是一个水浇画，也是一个纱丽啊。然后呢，再来看这幅画呢是斯里兰卡，大家知道斯里兰卡保留很多古印度文明啊，传统的印度文明。那这在100年前呢，你可以看到这一位在工作的妇女，她穿的是纱丽，但是她穿的比较短，因为什么？为了工作方便。那也可以看到她的其实是没有穿上衣的，所以以前的纱丽呢，早期是裸露上身，后来是披上来了，但是呢没有上衣。后来呢发现这样子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呢，以前也没有华戈尔，也没有戴安芬，对不对？所以呢，就要做一件内衣。所以知道了吗？这件上衣为什么要做到很合身？因为呢，它其实就是一件内衣的概念。你这样了解了吗？哈。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为什么这件内，为什么这个上衣不做成衣，做现成的？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剪布去量身做？因为它就是要非常合身，所以它没有办法做成衣做给你啊。好，那这边呢，既然讲到沙利，我们就来讲一点好玩的沙利的故事。好，那大家知道印度的神话故事呢非常非常多，不输希腊神话。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个摩诃婆罗多里面的神话故事。摩诃婆罗多呢，基本上呢讲的是一个家族，他们呢分成两支啊，为了抢王位，有点跟现在要上映的巴霍巴利王有点像啊，就是家族在抢王位。那其中呢有一个家族呢就叫，对不起，这个都跳板。其中呢有一个国呢叫池国，那池国呢一共有100个儿子，大儿子叫南迪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国家呢，另外一国呢叫班杜，班杜有5个儿子啊，班杜五子。那班杜五子呢，第三个呢叫阿朱纳，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战士，他是老三。那这阿朱纳呢，有一次呢就听说黑公主要征婚，比武征婚。好，那阿朱纳呢就很有兴趣去看。那比武征婚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有一只鱼在上面呢游走，
然后呢，这边有个圈圈，那所有来要想要娶黑公主的人呢，就要拿剑穿过这个圈圈，射到鱼眼，射到鱼眼，你就可以把黑公主娶回家。那很多的这各国的王子呢，都来争取，都没有射中。就问啊，阿朱娜呢，他是一个射手，他呢，哎，一箭就射中了鱼眼，所以他就可以娶黑公主回家。那很不幸的呢，是他回家就跟妈妈讲：“妈妈妈，我跟你讲，我今天去参加比武哈，然后我赢了最大奖。”这个妈妈呢，还没听他说你到底赢了什么奖呢，就交代了一句：“不管你赢了什么，你要记得啊，你们五兄弟要平分。”所以呢，他们跟班渡国两国呢，啊，就一直在这个争夺王位。那这个班渡的这慈国的大儿子南迪呢，有一天就想了一个诡计，找班渡的这个大儿子叫坚赞，他说：“我们来赌，啊，我们来赌赌看，啊，如果你赌赢了，我的国土都让给你，我王位也让给你。”那这个坚赞呢想，哎，不用打就可以赢啊，当然很高兴啊，就好来赌。就没有想到呢，一赌下去呢，啊，这个就是老千啊，这个坚赞呢一直输，五兄弟呢一直输，啊，把钱也输光了，国土也输光了，最后没得赌注没有了，可是又想单本。怎么办呢？就把黑公主给赌下去了，结果呢还是输，所以黑公主呢就被输掉了。那这时候呢，慈国的这个男，所以呢他就把黑公主呢压到殿上来啊，那就说要脱掉她的纱丽啊，脱掉她的纱丽。那我这边呢有一段影片啊，给大家看一下。所有的印度古典舞里面都有这一段故事。那我今天是挑了一个很短的，因为我们讲座没有很多时间，我只是一小段而已。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常常去看一下印度的一些古典舞，或者是一些印度的影片影集。明天带黑公主。对对对。可以去找一下啊。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报。所以你看啊，各位看，这是我找的几幅画，都有讲这个神话故事。就是黑公主呢，她不甘被羞辱，啊，于是她呢就跟奎斯纳神祷告，啊，奎斯纳神啊，你要让我这样被他们羞辱吗？
好意思，克里斯那神呢，就帮他保留住他的尊严。所以那个沙粒不管怎么拖，所以你如果到网络上去打这个字，就可以搜寻到很多影片，啊，可以搜寻到很多影片。好，啊，你看这也有一幅画，所以这个故事在印度是非常经典的桥段。啊，你看奎斯纳神呢保留他，啊，这沙粒怎么拉都拉不完，就保留住他的尊严哈。那哈也有人在问哈，这个沙粒呢？为什么印度人呢露个小腿露个腿呢就是好像很不行啊？在印度如果你穿迷你裙短裤呢啊，在路上就被人家侧目，但是呢去沙粒呢却露出这个侧腰啊，那肚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印度的这个神话里面呢，比斯奴神，印度的神话里面有三大神，一个是梵天，一个比斯奴，还有一个湿婆神。好，那这个比斯奴呢就是所谓的保护宇宙的神。那比斯奴呢通常呢他就是他的保护神呢就是蛇啊，所以你看到比斯奴通常躺在海上，然后呢就有一些蛇在帮他做遮护啊。然后呢这是比斯奴的太太叫拉什米啊，所以我们的舞团呢就是用这个拉什米取名。拉什米呢在印度呢也代表财神，也这个女神呢是非常受欢迎，代表幸运啊，所以我的舞团呢就取这个名字。那这个呢重点是呢，比斯奴的肚脐呢长出一朵莲花，然后莲花上呢坐着梵天神。梵天呢通常你要怎么分辨梵天呢？梵天就有四个脸啊，就是泰国的四面佛就是从梵天来的。那梵天呢是创造宇宙的神，所以呢很多人就认为啊，这个印度人呢基本上就认为肚脐呢是所有生命还有这个所有精力的来源哈，啊，所以他们对肚脐露出来是觉得很理所当然哈。 那当然这也是跟一个神话有关。好，那再下来我们讲一下沙粒的颜色。刚刚我们讲过马克吐温最喜欢印度，对不对？因为印度的沙粒颜色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我曾经去过拉加斯坦，就印度的西北那边呢是沙漠，一片黄沙，可是那边的妇女呢穿的沙粒颜色是非常的鲜艳，不是大红就桃红，要不然就是非常鲜艳的颜色。甚至呢我在那边看到哈，有那种六七十岁的欧巴桑，我们叫欧巴桑，他们呢也是穿非常鲜艳的沙粒。所以呢在沙漠里面就一片的鲜艳，非常漂亮。那基本上只要是红色都是喜庆节庆穿的，红色结婚。那像这个呢是克拉拉的沙粒，克拉拉的沙粒就这个右上角。 那黄色呢，像这样的黄色呢是代表神圣，通常是你去参加祭典或者是你要演神，比如说我今天要演比斯奴神，或者我要这个演这个拉玛神，那我都会穿这种鲜艳的黄色。这种鲜艳黄色代表是很神圣的。那绿色呢代表春天来了。那以前呢是比较少蓝色，以前蓝色是贱民穿的，但是现在呢也没分了啊，所以颜色鲜艳。那大家看到这边有一张这个白色，基本上这个白色呢棉布的沙粒，白色的，没有金边也没有任何装饰。然后甚至这个妇女呢把头发都剃了，然后他也没有戴耳环，也没有戴手镯，这个就是寡妇。所以你在印度的宝莱坞电影里面常常看有些婆婆演婆婆的，就是穿这样白色的出来，就代表她是寡妇。那为什么？因为印度的认为呢，妇女就认为老公死了，我就从此呢没有漂亮，没有为谁而漂亮，我没有需要再漂亮的理由，所以我就把头发也剃了，我把镯子，以前的镯子是玻璃，就把镯子也打碎了。从此啊，不要再不需要再漂亮了。所以呢，看到我以前很单纯，我不懂印度文化的时候，我到印度买沙粒，我问他说：“请问那有没有白色的沙粒？”然后就跟人家笑，你知道吗？哈，然后呢，这个就是印度的新娘。基本上呢，因为印度太多邦，我们刚刚讲各邦文化都不一样，所以这些呢都代表每个邦的新娘子都，你看装扮都不太一样。基本上这边是北印度的，然后这一位是南印度的，啊，南印度非常喜欢金饰，
所以你去南印度呢，新娘子都是带好多金哦，我都觉得会不会太重了？所以这就是你看新娘子呢，基本上都是穿红色的纱丽，红配金啊。然后这就是我讲的拉加斯坦在沙漠啊，沙漠里面的纱丽呢，你看颜色非常的鲜艳。然后呢，你看这拉加斯坦呢，因为沙漠缺水，所以他们的妇女呢头上都顶着水壶去井里去取水啊。可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纱丽颜色啊，你现在看，而且他们有习惯，以前因为拉加斯坦就是面对我刚刚讲的喜马拉雅山跟新都库什山的缺口，就从西北，所以以前呢常常伊斯兰的入侵啊来呢，他就骑着马看到妇女漂亮就抢走，所以呢后来他们为了避免这种事呢，就把那个头巾是拉下来的，我让你看不到嘛，看不到你不知道我里面丑还美，所以后来就变成一种习俗，所以你看他们常常那个头巾是拉下来的哈。那但是呢，你如果把头巾拉起来呢，可能里面是一个欧巴桑，你看他还是穿这么鲜艳，所以呢，所以我们女人啊，不管到几岁，都还是要爱漂亮。那你可以看这边呢，这款纱丽呢，你可以看到什么颜色都在上面，啊，所以印度人讲，只要大自然有的颜色，大自然可以配的，我们就这么配，所以它没有什么规则哈。你看这款也是，啊，都是非常漂亮，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马克吐温很着迷印度啊，就是这个道理。那现在呢，然后你看啊，我们去住五星级饭店，我们在阿格拉啊，那翠凤应该有去过阿格拉，就是泰姬玛哈林啊，这边有一个洁癖饭店啊，你看他们的服务员呢就是穿这个，有一点，因为我们那天去参加，他们住在洁癖饭店就可以看到婚礼，知道吗？你不用说有朋友要结婚才约你去，你到包场在办婚礼，你知道吗？你随时都可以去，都可以看到婚礼。但是北印度的，啊，就是新郎呢骑着马，然后来迎娶新娘，哈，啊。然后呢，这个是宝莱坞的女明星穿的纱丽，是不是非常的性感，非常的时尚啊？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啊，在印度的街头上啊也这样穿好吗？没有，只有在电影里面啊，还有在那个影展里面啊才有穿这样子，懂吗？啊，印度街上不会看到这样子的这么性感的纱丽哈。好，那接下来就要进入纱丽的穿法了。那有人统计呢，印度这个纱丽呢虽然只是一块布，但是呢各方穿法搭配啊，其实算起来有100多种穿法啊。所以呢，我知道坊间也有很多印度太太啦，也有很多老师在教纱丽。那一去呢，就教你哦，他回去呢，回去以后呢，老师还是很厉害，学生呢还是不会穿啊。所以呢，基本上呢，但是呢，如果你有兴趣学穿一种就够了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示范两种最常见的纱丽穿法啊。那但是我们这边会介绍很多种啊，但是因为现在印度的年轻女孩子有的也不会穿纱丽了啊，也慢慢有一些啊。那今天先介绍一种叫 Navy Style， 这个是在这边可以看到啊。Navy Style 呢是这个安德拉邦，这是印度啊安德拉邦的这个纱丽穿法啊，其实北方邦也有穿。那这种纱丽穿法呢，这款呢也是这个 mini style， 因为呢它前面有打折子，然后它这个地方呢又拉过来，有鱼尾的，有这种有就是纱丽呢最漂亮的两个边呢又展现出来，所以呢这个款式呢，这种穿法几乎你只要会穿这个穿法，南北印全印度走透透都没问题。各方的纱丽拿来都这样穿都没问题啊，所以呢，基本上我们等一下会偏重示范这一块啊，教穿。如果你们有兴趣，今天不管你回怎么教，你怎么穿，回去一定要自己练习。我第一次学穿纱丽以后，回家就把我的纱丽穿了2个小时才把它穿好，然后穿完以后满头大汗，穿了又脱不对，又穿了又脱，然后去看影片啊，这样。可是呢，穿到现在我就会穿了啊，我可以自己。大概15分钟内可以把它穿好，那当然可能比不上印度妇女的速度跟她们穿的那么美，但是呢，我们也是可以穿啊。所以说重点就是不用学多，重点是你有没有回去练习啊。好，那这个就是 Navy Style 啊，讲了它有鱼尾线条啊，可以展现体态，而且这个地方呢，它有拉高，我们一般腰线在这里，但是它有拉高，
跟它拉高会显得你下半身比较长，所以呢，即便你身材比较胖啊，或者你个子不高都没有问题，穿起来都可以把它修饰得很漂亮啊。所以这一款呢是最受欢迎的啊。啊，你看这几款啊都是 Nivy Style， 哎，我有对，你要偶尔打个广告，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再介绍这个叫丹咖喱 Style。丹咖喱呢就在这个地方，这里是孟加拉国，但是在印度呢，这里有一个叫西孟加拉邦。好，大家要搞清楚哦，有一个西孟加拉邦。如果讲孟加拉 Bengal 就是讲的就是孟加拉国，所以不一样。但是呢，讲到孟加拉，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孟加拉产生一个最伟大的人，你知道吗？就是对泰戈尔啊，就是世界文豪啊，叫泰戈尔。泰戈尔就是孟加拉的人，所以呢，而且早期的宝莱坞电影呢，出写剧本的人都是孟加拉帮的人，所以大家只要讲到孟加拉人，第一个印象就是孟加拉人都是有气质、有文学气质的人啊。啊，第二个呢，孟加拉是印度，孟加拉呢吃鱼啊，因为他们讲，他们号称说我们孟加拉人也是吃素的。鱼也是素，是海里的素，这样懂了吗？嗯。所以呢，孟加拉人是吃鱼的啊、哦嗯。所以呢，孟加拉人呢，基本上讲到孟加拉就是非常有气质。那他们的沙粒呢，也非常的有气质，基本上就是红白两色啊、哦。而且他穿呢，他前面是没有打折子的，没有打折子。而且呢，啊、他这个没有了，这个人没有电池了。嗯，好。基本上呢，他的穿法是。他在这个地方呢，从肩膀上翻过来，他们会把家里的钥匙绑在这个尾端，然后再从尾巴这样拉过来、哦、所以我们来看几款这个丹咖喱 style 啊、哦。大家知道在宝莱坞生死恋这部电影吧、啊、有看过宝莱坞的？这部片呢很不幸的，非常棒的片，也非常在印度在各全世界各地都很红的片，来台湾呢上映一个礼拜就下片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不知道宝莱坞电影啊，都觉得、啊、那印度电影一定不好看嘛、啊，结果就下片了。等到他下片以后，大家才发现这部片很好，结果呢 DVD 大卖啊这样。那这个宝莱坞生死恋里面呢，这是第一女主角，我们刚刚讲的 Aishwarya Rai， 她在里面呢，基本上宝莱坞生死恋呢的故事背景就是孟加拉。所以呢，他在里面呢，你看哈、啊，他穿的就是红白色的啊，丹咖喱 style 的那个纱丽。那这个照片我好不容易找到，他就是演这个女主角。后来知道他跟那个沙哥男主角呢没有办法在一起，然后他就悲哀的跑出去。在跑的时候呢，他的纱丽就往后飘，飘很长很长哈、啊，都是红白色。然后你注意看哈、啊、，Aishwarya 这一张也是宝莱坞生死恋里，有没有看到他这个纱丽？在这里打一个结，好，如果注意看下面还有绑一个钥匙，好，这就是丹咖喱 style。 那基本上我们不会去学这一款的纱丽，因为它的穿的地方不多，大概只有在孟加拉邦会穿。但是如果以后你看到这种红白色的，你就可以说，嗯，你是孟加拉款式的纱丽，对不对？人家就吓一跳，哇，你怎么这么懂啊？那这个 Bengali style 呢，它的配饰呢，通常会用这种红白色的镯子啊。以前呢，白色就是贝壳做的，代表那这个就是这几款都是所谓的 Bengali style 哈、哦。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介绍这个叫 Sindhapala style， 简单一点呢，我们叫它叫 Gujarati style。这个地方啊。古吉拉特省在这里，古吉拉特邦在这里。好，那讲到古吉拉特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面临阿拉伯海，在早期罗马、腓尼基人到后来的犹太人，他们呢如果要来跟印度做贸易，都是从古吉拉特邦登陆。所以呢，讲到古吉拉特呢，大家知道现在印度的总理莫迪就是从古吉拉特邦出来的。他就是把古吉拉特邦做得很好，所以后来大家选他做总理啊，在这里。那大家印度人呢，只要讲到古吉拉特邦呢，就跟我们讲啊，这个犹太人，或者是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什么扬州邦
就是上海帮，就是最会做生意的那一群人啊。所以讲到古吉拉克就是这样，那他一下拉上来。可是这一款呢，古吉拉克 style 呢，它是从右肩上下来啊。那重点是什么？我们刚刚讲沙粒最尾端最漂亮那一端是不是板路？对，可是这个板路通常你穿 mini style 的时候是在后面，除非我转身你才看到，我没有转身你就只有看到前面，对不对？那这古吉拉提 style 呢，它就把板路最漂亮的这一块呢，它把板路最漂亮这块穿在胸前，展现在前面。所以这一款这个穿法呢是第二多的穿法，就跟 mini style 呢也是蛮普及的，但通常它比较多是在北方，就拉加斯坦邦，好，拉加斯坦邦在这里，古吉拉特邦还有北方邦、中央邦，在这些邦基本上是北印度的啊、哦、比较多。所以以后如果你们有人看到人家穿沙粒把板路穿在前面的，你就可以跟他很骄傲的说，你这是北印度的沙粒。然后他就说：“哦，好厉害哈！”好，那这个呢，也是古吉拉蒂时代，也是你看这新娘子有没有啊？那这个啊，这就是拉加斯坦。拉加斯坦，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他们喜欢用镜片、小镜片来装饰，然后手上拿两根棍子呢，叫他们有一个节庆叫丹比啊，就是未婚男女呢拿两根棍子打来打去啊，打完了啊，就也有很多花式打法啦，也有自私打法。打完了以后看上眼就回家去挺亲了。好，再来呢，这个呢就是马哈拉斯特拉邦。马哈拉斯特拉邦在古吉拉特邦下面，马哈就是大的意思，就是这个邦呢以前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个最伟大的国家，所以叫马哈拉斯特拉邦。那我们也可以叫啊叫 Novari Star。为什么叫 Novari 在印度话就叫九马。这个沙粒呢，这个邦的沙粒非常特别，在台湾几乎买不到，就它的沙粒非常非常的长。为什么？它的穿法是从可以去看那个邦。好，那再讲来南印度沙粒，南印度的克拉拉邦，因为以前被葡萄牙跟西班牙统治过，所以他们比较受欧洲的影响，所以你看他们的沙粒比较优雅。甚至会有这种泡泡袖出现，这种边或绿边，绿边通常代表未婚，所以你看刚刚戴绿镯子是已婚，来到这边呢，绿边是代表未婚，所以各邦完全不一样。然后呢，南印度的女孩子呢，头上一定戴茉莉花，哇，因为你每天都闻到好香哦，茉莉花好香，然后也不用每天换新鲜的花，所以去印度呢，女生头上一定要戴。我去参加我们那个朋友的婚礼，好，那我也穿了南印度的克拉拉沙粒，克拉拉在这里，好，为了让大家了解我们的南印度这个地方，克拉拉非常的特别，所有印度的香料都是产自于克拉拉邦，而且呢，国家地理杂志把克拉拉列为人生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那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漂亮。曾经有一个克拉拉人说：“哎呀，我们要学班加罗尔，我们要做 IT 产业。”就被人家骂了，你知道吗？人家就说，克拉拉是一个神的国度，啊，是一个漂亮的地方，就做观光产业就好，不需要去做到什么 IT 产业哈。所以这就是克拉拉邦。好，大花如果去的话，有空一定要去克拉拉走一走，非常美啊，非常漂亮，而且很干净。那边的人呢，比北印度我觉得啦更淳朴哈。然后这是塔米纳杜呢，在这里啊，在克拉拉的旁边，也是属于南印度啊，在这边。那他们的沙粒就是这个样子。那你看，这就是我去参加我朋友婚礼，去的第一天，他就叫裁缝师来剪尾巴那块，然后就给我们量身。然后之后呢，他忙于准备婚礼啊，上衣就做好了，然后就穿了参加婚礼啊。那这就是他送我们的婚礼。所以你可以看到南印度的沙粒呢，这个尾巴几乎都穿，那都是印度产米，就是米绣的。所以这里为什么这么长？因为它可以拉到前面，插在腰间。各邦的风土人情不一样，就影响他们的穿着。所以我们在穿着上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文化？好，所以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
印度是去十次都不够的哈。好，另外这个地方，这个沙丁很少人穿，但是我要介绍一下，它是克拉拉邦有一个区域，这个地方呢非常的特别，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克拉拉在这里嘛，我们刚刚介绍，它在克拉拉上面这个地方有个地方叫库，为什么特别呢？因为去研究这个地方的人，就是当初亚历山大打到印度之后，亚历山大哈打入印度哈两个月就撤退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来呢刚好碰到雨季，下了两个月的雨，啊，他的士兵呢都快受不了了，快抓狂了。然后呢在街上接着呢，他们又看到印度的士兵呢都是骑着大象来跟他们打仗，啊，他们很多人从来没看过大象啊，就吓到了。因为大象在以前就是类似坦克车，然后就吓到了，这什么东西呀，啊，哦，所以呢后来呢他的亚历山大从希腊打过来，已经一路已经打得已经是兵精疲力尽了，所以他的兵都说我们要撤退了，我们留下很多他的亚历山大当时留下来的一些风俗文情。他那个沙利穿法也是桶状的，然后这尾巴呢是穿到前面啦，在胸前这里，啊，很特别，但是在印度现在很少人穿这样，但我们稍微解释呢，参加婚礼一定还要配刀，啊，所以如果有机会去南印度呢，克拉拉一定要去库普这个地方看一看，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好，那我们几乎印度所有的沙利呢，几个主要的我们都介绍，当然还有很多一些东西，但介绍不完，100种我们不可能在短短两个小时内把它介绍完。那但是呢，我们来稍微介绍，教你如何去印度挑一件好的沙利，因为千万不要有一个观念，有的人很多人说啊，我去印度啊，我去买便宜的沙利啊，没错，你可能在印度买一件便宜的沙利会省几百块，比在台湾买觉得我省到了400块，可是呢那件沙利就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买到那个当地特色的沙利哦，那你回来啊就可以当传家宝，知道吗？啊，那个 CP 值就更高，虽然你可能买到是啊3000块4000块卢比的一件沙利，人的手非常的强，人口多，所以他们的手工呢其实是非常厉害，只是现在呢受了工业化的影响呢，手工开始渐渐式微，所以呢这些手工的东西呢，如果你能收藏到其实是非常厉害非常棒的。好，那这边呢讲的第一个呢手工叫钦汗呢被列为是库克瑙的一个手工，那它是蒙古尔王朝的有一个类似我们中国的慈禧太后的一个努加罕这个皇后引进的哈，这个皇后呢在幕后执政了至少16年，那同时呢也引领后宫的风潮，她带来玫瑰精油，从波斯带来玫瑰精油，纯手工的玫瑰精油现在在印度还买得到，然后还有这种做法呢几乎像欧洲的蕾丝布，你看是不是非常漂亮，好，在印度你看到如果她写陆克瑙钦汗专卖店，是专卖店哦，啊，不一定做沙利，他可能做一些寝具，也有可能做服装，啊，都是非常漂亮，纯手工的，啊，来，你看，啊，都非常漂亮。我们要跳快一点哈，啊，我们后面还有示范。然后这个叫堪达呢，以前是缝床垫的，很简单，就是下针、上针、下针。以前只是为了固定床垫，可是后来呢，演变成这么多种的绣法，啊，它基本只是上下针而已。可是后来呢，在英国时期呢，它又跟十字绣结合融合，啊，就做出了很多种的变化。好，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这堪达呢，也可以在沙地上表现这么漂亮，哈，啊，也是纯手工的哈，啊。然后另外呢，这个叫扎斗尔，啊，我每次讲到这个就有一个故事。我第一次到杰普。那我们这种成外国人嘛，就是想去找那种古老的东西，我就问他有没有古董沙粒，就那老板呢就挖到2款沙粒啊，旧旧的，然后他觉得你们外国人好奇怪，新的不买要买旧的，然后他就说当时的我那款沙粒呢上面就是这个扎格尔的绣法啊，通常是金线或银线绣得很立体，以前就是宫廷里面才有，而且以前在宫廷皇帝穿的是真的金纯金的线去做的，那当时
那个老板就跟我讲，他这两款已经是一个公主的衣服，他参加 party 几次之后呢，就不想穿了，就送给他的仆人。那仆人没有场合穿嘛，就拿出来卖。那时候我心想，我不过给你买一件旧衣服啊，你需要编这么多故事吗？后来我才知道解布呢，它是叫拉加斯坦邦，拉加斯坦的意思就是国王们的土地。在那个拉加斯坦邦呢，以前有20几个国小国啊，所以呢有很多的拉贾啊，就是国王，真的有很多拉贾，所以国王呢都娶好几个拉尼，拉尼就是皇后啊，然后呢是真的有很多公主啊，所以我告诉你，那老板讲的是真的，那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啊，所以就是这种扎斗尔的绣法。那我现在去印度呢，很少看到他们把这种绣法呢，把它做成像这样画框裱起来，非常漂亮。所以如果你到印度有看到这种，赶快买起来收藏，不要怀疑哈，也不要不相信那个老板哈。好，这是扎斗尔。你看啊，这扎斗尔呢，在新娘服上，你觉得哦，好华丽，对不对？对。可是如果呢，你把它抓一小块在这个 T 恤上面。这件 T 恤如果没有这个绣法，可能卖你299，你还嫌贵，对不对？可是绣了这个绣上去呢，可能要卖到1200 ，OK 吧？OK。那你看这件纱丽呢，也是局部用这个扎斗尔，是不是就有时尚感了？所以很多设计师，有很多名牌设计师很喜欢去印度找灵感，就是这样。就这样。那这是克什米尔的，用羊毛绣，都是男生在绣，你看到？男生在绣。然后呢，这是拉加斯坦邦他们的那个吉普赛人啊，他们那种部落里面的绣法，像这个就代表花，这代表泰话里面就是镜片的意思，那就是他们用镜片缝在这个衣服里面，摸得出来就是真的是镜片。那现在新件呢，他们都用小亮片取代了。好，那就看你如果想要喜欢新的，你就买新的；如果你喜欢古件，就买旧的。当然古件呢一定是破破烂烂的。那这个呢，就是把这个西夏的这个，那天呢我讲完这个呢，就一个印度女生呢就穿了一件库塔啊，然后库塔有个迪巴塔，那我就说勾塔勾塔，她吓一跳，她说 yes 勾塔，你怎么知道？这个勾塔呢做法就是用一些金色的小亮面，银色金色，然后想办法把它绣在衣服上，这也都是纯手工的哈，非常的华丽。你看一下这件衣服，全部都是勾塔，有没有漂亮？有。坐在沙粒上，坐在小钱包上，所以真的很棒。如果你们到印度有看到这样子的，不要犹豫，赶快买下来哈，可以传家的哈，回来当窗帘都很漂亮。然后这个是泰米纳族的织工啊，他们以前是在这个地方叫做康熙布朗。如果从城内进去，通常会带你去参观康熙布朗，全部用丝做的，然后镶这个金边，这个都是金边，都是用织出来的，手工织出来。然后以前都是作为比斯奴神保护神的就是一些后代，他们来做这样的衣服，用织的。然后这是坦米纳杜邦的这个也是织工，你会看到从背面看都是织出来的。所以我刚刚讲北绣南织，北部比较偏绣工，南部比较偏织工，所以你比较，如果你真的分不出来，你就看都是织的，你就姑且猜可能是南印度的纱丽啊。这是我们刚刚讲克拉拉的纱丽，它也有分两穿那偷偷跟大家讲一下我在印度买这件纱丽的时候折合台币大概200块，所以我一口气就买了2-3件啊。然后回来还被人家抢走，都不够分了，很便宜啦去印度买衣服有个概念，如果那个老板英文讲得越好，然后甚至店门口呢有几个帅哥，一去呢就konnichiwa，然后你好吗？店呢就跟他比手画脚，你绝对会买到便宜的东西那这就是克拉拉邦的纱丽非常漂亮。然后呢，这个就是除了这些做工呢，还有这个呢，你如果去拉加斯坦邦呢，满街都是，你觉得没什么稀奇。但是你知道吗？这每一个豆豆都是用手捏着绑线，每一颗都是手工绑线，
绑绑绑了整件布都是，然后再拿去染，染完了再拿上来把那个线拆掉，才会有这些白色的小豆豆出现。每一个豆豆都用手工去绑的，那你想看多少手工？所以啊，记得啊，到拉加斯坦看到这个啊，不要犹豫，赶快买啊，手工的。那这也是我有一件啊，紫色的啊，很漂亮，穿起来很有贵气。那这件纱丽是给大家看啊，这件纱丽总共到了4680个小时去织的，织出一个这个故事啊人物。那这件纱丽呢，总共是10万美金。然后另外呢，这个叫伊卡，伊卡呢有在日本啊、印度尼西亚也有，它是一种非常高手工的东西。怎么说？它你看，它在纱的时候就织图，就染图案了，出图案了，纱的时候就不容易。然后这样有图案的纱再来织，再来用这个手工织，织的时候又是一个手工，所以是两道手工，非常高手工的东西，所以在印度、在欧美非常的风行。啊，你看这位女士身上穿的就是伊卡，非常的漂亮。那伊卡又拿来做这种寝具，在欧美，handmade 的东西就价格就马上就可以飙高两三倍。另外呢，还有这种哈、这种的染法呢，它是把布 twist， 然后呢再缠线，然后去染，染完再把线拆掉呢，然后再打开，就是有这样的图案。那这种呢，这种手工艺现在都快失传了啊、所以去拉加斯坦看到不要犹豫，赶快买。啊，另外呢，这个有这个所谓的手工盖印啊，看看我们有没有时间了。给大家看一小段影片啊，我们还有点时间啊，那各位可以帮我再调一个影片给大家看啊。这个手工盖印啊，现在欧美非常的红，连凯特王妃都在穿，而且有个女版叫 Hanoki 啊。那我们给大家看看它为什么，为什么这么红啊？这段影片大概3分钟。Researching and writing the book of Indian Silk Sarees for Srimati's centenary celebration. I found. 这个就是手工盖印哈、连那个印章，它盖的印章，我本来都是手工刻的。然后你看它就是这样子。如果即便今天你如果到杰普，我想翠凤你到杰普也看不到这个，这个是一定要到他的工厂才看得到。那一个章就一个颜色，如果那个款式呢，如果有这个印花，如果有5个颜色，就要盖5次章。好，
所以而且你看它盖到边边的时候还不能盖整个，前面上面本来已经有一个颜色，现在又盖第二个颜色，是这样子，这就是手工盖印，全部是手工的。这个影片我很喜欢啊，因为可以听到印度的那个啪啪啪，那去过印度的人都知道那个喇叭声让人很熟悉哈、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手工盖印了。这手工盖印，这些印章现在有人专门收集这些印章，因为都已经是手工的了哈。你看这些印章，你看这个如果换成你要不要收藏？要。啊，每个花都有它的意义，像这个叫变形虫，变形虫已经是全世界啊已经被列为这是百年不退流行的图案啊，不管是潮时代的潮流怎么走，这个变形虫永远是最流行的哈。然后你看这个手工盖印也可以拿来做寝具，因为印度的棉也是非常厉害。那大家看到这个手工盖印的图案，你可以看多少个颜色，而且你可以看它对的不是很准，有没有看到？欧洲人就是爱，因为这就代表它是手工的，如果它对的很准，那就叫机器的，把它设计成时装。你看这个凯特王妃啊，穿什么淘宝马上卖什么，凯特穿淘宝卖，凯特穿淘宝卖，所以就知道哈。所以印度的服装呢也是非常时尚的哈。好，那当然呢，印度也有一些除了纱丽之外，像这种叫安娜卡利，安娜卡利呢就是上面是一件比较紧身呢，下面从腰部以下就是一个大裙子下来，那他们也常穿这样的衣服呢，搭配一个杜巴塔，然后就作为他们的那个参加 party 的衣服哈。好，那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个影片好不好？就是我给大家看啊，有一个模特儿，让大家看一下各方的纱丽。不好意思，我有点笨，待会用，还是要就一套一下，不好意思。基本上我这个完了，哎，对，等一下，我把最后两张跟大家关，我后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印度的讲题，那大家也可以呢，可以到这边找我，就是我的脸书，其实基本上就是我的，就我本名，啊，这是我个人的脸书。另外呢，我有个粉丝页叫来去印度，来有趣的去，然后我的讲座呢，我都会在这边公布，啊，那大家如果有兴趣有时间就可以来听，啊，印度呢，啊，也许你不见得去，但是。谢谢他哈，今天都一直帮我这样。这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八款纱丽啊，各方的纱丽穿法啊，大家看一下。都很漂亮，啊，这就是拉加斯坦邦的哈。啊，这个就是马特拉斯特拉邦，刚刚说裤装的那种。北方斑马，啊，这很棒，旁边都会列出那个地方的图。啊，这个有花就可以猜出是南印度的啊。啊，这台米纳杜斑啊，啊，这婆罗多舞啊，婆罗多舞就在台米纳杜斑。这就是刚刚讲的红白色的是哪里？孟加拉，孟加拉。
好，那这大家可以猜出来了吧？克拉拉邦。是拉加斯坦邦啊，拉加斯坦邦的沙粒颜色都很鲜艳。古吉拉特邦，你可以看到它的把鹿穿在前面，有没有哈？是不是每个地方？我不用这个麦克风，好不好？大家都听得到嘛，哈。好，那我们请我们今天的梅君先来，好不好？好，梅君先来。好，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先示范所谓 needy stuff。那这个呢，我刚刚讲，秋梨呢可以是平快腹，你也可以选择所谓对比。而且搭配呢没有什么原则，没有什么啊，就是你觉得漂亮就可以。那那这个呢，这块沙粒呢，我要让大家来看一下法路在哪里，好不好？等一下大家告诉我法路在哪里，好不好？先固定，那固定的时候呢，如果你今天这个沙粒，你等一下去参加宴会，你要穿高跟鞋，最好穿的时候就连高跟鞋一起穿上。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穿的时候要量高度，如果你要穿高跟鞋，是不是要高度都要算进去？好，那我们就每一个地方呢都要把它塞好。那如果你是穿内衬裙，内衬裙一定要绑很紧，因为有的沙粒哈，上面又是绣珠珠什么，很重。所以所有的重量都是靠你这个腰肩这一块，所以呢，就腰这个地方呢，一定要可以承得住重量。那所以我们眉筋很高，所以我们就从这边哈，好来简单转过来，转一圈。那但是重点就是你的这个长度要抓对，太长等一下走路不方便，太短呢就不好看。第一个，刚刚第一点是固定，对不对？第二点就是围一圈，围一圈到这里。圈，那我们就在这边一样，长度固定好在这边了啊，应该是折纸，等一下再打。我们先预留要打折纸的，打折纸的要预留，我们这些地方要把纸塞进去。我们先预留哈，然后呢，我绕过来，这个时候呢，就是叫做。叫做缠绕它哈，缠绕它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要量这个板路，要挂在肩上。从来我们看，从这呢，它的长度是有定的，一定要在我一点，所以你不要动，不要动。所以我这里跳两个留多一点。所以呢，以前我就是不懂这个，现在在打折子，就打完了发现哇，板路太短。所以我后来才学到，应该是先做这个把路量好，抓好把路来，没听什么讲啊？好，现在这个长度就对了，对不对？好，那我就先来做这个把路，这个地方就假设就量这样子。那这个把路呢，我们就抓到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就是把路，对不对？我们就开始折这一块。那为了
则呢，大家要记得这个亮边一定要出来，两道亮边，好，那这个亮边一定要出来。所以呢，你在折的时候，第一道背面朝自己，因为你等一下是不是背面朝自己，等一下才会拉出来这个，所以第一道一定是背面朝自己，然后我们就开始打这个折子。那通常呢，我们会先打最后一道呢，一定要是亮面朝外，最后一道亮面朝外，所以等一下穿起来才会两个最漂亮的在这边跑出来。那但是会不会如你意不一定，所以呢，我们要再稍作调整，稍作这个折子调整一下。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原则，就第一面呢是你要朝内，第二面呢就是最后一面呢亮面朝外，就抓到这两个原则，有没有看到？啊，这折子第一折背面朝自己，最后一折一样亮面朝外。好，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第一次穿不太会穿的人，你可以用一个夹子，或者甚至用一个别针先把尾巴固定，因为我们要顺着这个我们好不容易折好的折子呢，要把它顺下去。当然如果你已经穿得很熟练了，你就不必，这个只是一个准备。然后之后我们把折子呢抓好，就把这个已经折好的折子把它抓顺。梅君啊，是 model 的身材哈、哦，可是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穿纱丽哈，大家可以看到我是另外一个例子啊、哦。好，那我们转过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两条亮边抓出来，有没有？但如果你是因为宝莱坞要上台呢，你可以把它收小一点，比较性感啊、哦。但是呢，一般传统你在印度街上，他们这一道都是遮胸的。那这一道抓到以后，我再回来，再来抓前面的折子，好，再来抓前面的折子。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小诀窍，这个地方你看拉过来很漂亮，对不对？嗯。是不是本来腰线是在这里，所以我拉上来就腰线上升，下半身就看起来比较长。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为了要让这个地方有鱼尾，所以我会在这里呢用一个小别针把它固定一下。然后这个部分呢，如果你把纱丽穿得很熟练，其实这块也是一定是需要的。其实每个印度妇女啊，她们穿纱丽，她们都有她们自己的美美嘎嘎，有的呢还弄到什么四五个钉子啊，四五个别针啊，那我们就是到目前我们定以后是不是就漂亮了？然后再来做这个折子，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做折子的地方。那折子呢，基本上她们印度妇女呢就是很会打折子。大家就打好，那我呢是没那么快，我是呢慢慢来。但是呢，你如果练习越多呢，你就越会打折子。这折子啊，有的布料如果比较硬啊，这折子还要去给它折。那今天我们穿这个折子是比较软的布料啊，所以就没有关系。好，最重要前面呢你要量好，如果这个布比较硬，你要把它折一折，压一压。那好，这样呢，这时候就你刚刚衬裙穿的紧不紧就很重要。这时候就把这个塞进去。直接撕
需要眉心哈，我要告诉他大家这款怎么变化。那这一款呢，我这个呢，我选的呢，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把路非常漂亮，很华丽。大家没看到它的把路，很漂亮，对不对？好，所以呢，我就把它用作古吉拉蒂时代，就我们刚刚讲的哈，把路穿在前面的款式哈。那我们一样从不漂亮的地方，然后这个呢，一定是这个最下面。所以你知道这个方法以后呢，你就很容易找到这块布。好，如果只是印花，有的会比较不好找，但是基本上都看得出来哈。好，一样。好，那我们布哈，我们大花也是一个标准色。好，我们请大花绕一圈，慢慢来，因为我还帮你塞进去。而且你看，这个时候都要抓住，抓到刚刚好，它那个沙粒的长度，好是在那个角螺的位置，然后都要塞好。好，一样。好，到这里，那你就不用动了。好，那这个呢一样是要前面预留一些等一下打折的，但是呢我们绕过来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不一样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这里拉过来，我假设等一下这里会留一些折子，我们要从左肩上来，右肩上来，所以在这里 mini style 是从腋下过来，那做折子，那一样呢？这个折子，一样啊，最后一折也是亮面朝外啊。那这个长度呢，基本上只要穿到，就是腰部这里就可以，不用太长。那一样，你在肩膀这里固定一个别针，所以你们看我都好像现在很简单，我讲很多遍了。那重点，如果你们呢有兴趣，其实回家可以练习。那我曾经有一次喝喜酒穿这个哈，然后被人家警告，你知道吗？对，如果很有胆，其实可以穿去喝喜酒。然后这个地方呢？就先不处理它，等一下再处理。我们先来打折子哈。那这个折子呢，它就没有那么多，我们就随意你去控制它。那一样呢，我们就在这里打折子。有的印度人讲究啊，他还要打折子，打到每一折刚好是一个花。那我们是没有那么讲究了啊，就让它，因为这块布还算蛮柔软的。那有的布料其实纱丽比较难穿的是那个布料很硬的。好，那一样啊，折子，那一样折子要塞在刚好肚脐中间这里啊。好，那高度 OK 就塞进去，一样。所以你的裙子一定要穿的很好。那这里呢？这个折子处理得很漂亮了哈，好，这折子稍微整理一下，拿出来漂亮一点。好，然后呢，我们再把最漂亮的拉过来，拉过来呢，我们需要有一些，拉过来，我们请大花转身一下。这个呢，它同样要遮胸，好，拉到后面，好，我们请您转过来，拉到后面，我们在这里固定，做一个别针固定。
边呢，不是可以把夹哈固定一下头巾吗？这就是古吉拉提时代的穿法。那如果是在拉加斯坦邦呢，他们还会把这个头巾拉下来遮脸，有没有很漂亮？好，等一下呢，想要跟我们的大花拍照呢，啊，就一起来请，那我们就谢谢大花，然后再请明星过来哈，啊。那这个 Nini style 呢，它其实也可以变化，怎么说呢？我如果把这个别针拆掉。年轻的时候在，可能高中的时候都还是穿那种健式的，然后一个古巴塔在这里，然后扎两个辫。然后到了大学以后，其实现在年轻女孩子啊，尤其在大都市，像德里啊、丹格劳啊这些地方，他们也都穿牛仔裤、T 恤，可是，一旦结婚以后，婆婆就会管你，婆婆就会管，就不准再穿牛仔裤、纱那个 T 恤。常常在看印度片的时候，哈，就是家里的老太太都喜欢蹲坐在地上，他们有一个固定的动作，就是在看那种就是乡下的一片的时候，他就是老人家可能就蹲坐在门口啦，啊，或者是家里的长辈啦，他们都喜欢这样子坐的，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喜欢蹲的。其实我们发现啊，
印度应该很热，那古时候应该也是很热，那他们这样包那么紧，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在常常在电视上看到，其实我对这个是没有研究啊，只是说我想说他们包那么紧，这样不会热，还是说他们夏天有其他比较轻松的穿法？基本上沙粒蛮凉的，蛮凉的。对对对，你可以穿棉的，就更凉。哎，下次介绍男生的穿法。看起来，男生，我跟你讲，我去南印度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南印度的时候超着迷，他们男生都穿裙子，然后有的时候一变又变迷你裙，然后我只要看到男生穿裙子，我就跟他，我可以 photo please， 我就要跟他们合照。老师，你说他们男生穿裙子，那像苏格兰，他们说穿苏格兰裙是没有穿安格会，他们那边的话呢，还是有穿的。他们那边南印度的男生穿那个叫兜底，现在很多年轻男孩子都不会。那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老师，你下次可以带我们去印度买沙粒啊。好，对啊，景点前面照相，我也会陪你们穿沙粒。对，那这是别的领队没有办法做到的。对，上次有一个新婚夫妇，我就帮那个女生穿白色的沙粒，就给她做一个一辈子的纪念，那个纪念啊。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穿沙粒去印度玩的时候，非让别人真的是嫉妒到不行，也非常的羡慕。他们都会问：你们怎么有沙粒？谁帮你们穿的？为什么我们都没有？谁跟我去印度玩啊？就是这样，对不对？站都开的，那个。